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天主教电视节目《一切从感恩开始》。天主教所举行的感恩祭弥撒是为了纪念耶稣的祭献，即是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基督的祭献牺牲为我们带来了救恩。圣体圣事或者感恩圣事是重现耶稣的祭献。这个祭献在旧约圣经已经有一个很强烈的预象，就是亚巴郎要杀害他的独生子伊撒格的事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某些事情或者某些遭遇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天主好像要求我们有很大的信德，要付出，要牺牲很多。即将要介绍给大家认识的这位麦先生，在几年前他患过一个很重的病，甚至乎去到接近这个末期的阶段，好在到最后都好得翻。不过他又不认为天主要求他有很大的信德，他反而觉得信仰给了他一份很大的祝福，令到他有力量有信心去克服困难。旧约圣经创世纪记述，圣祖亚巴郎年老的时候获得天主应许，生了一个仔叫做伊撒格。后来天主试探亚巴郎，要他将心爱的独生子伊撒格献为全燔祭。当亚巴郎正伸手举刀要宰献自己的仔的时候，上主的使者就从天上对他说，不可以对这个小孩下手，不要伤害他。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因为你为了我竟然连你的独生子都不顾惜。很愕然咯，但是即是自己即是心系啰啰挛，咁啊，即系啲情绪方面有啲唔开心啦。咁但系都仲未知道有咩特别问题。咁我净系问佢攞咗个即系验咗个报告出嚟点样样，咁我就话唔知啊，爸爸翻嚟净系识喊咋，叫我照顾你，唔知发生咩事啊，佢又唔讲咁啊。你嘅情形咧就已经系即系。末期噶啦，屬於就因為我腫瘤係好大。嗰陣時好似跌咗落個黑色嘅地方，個井咁樣咯，冇人幫到我咯，就覺得唔知點算咯。因為我平時都好即係好倚重我丈夫，靠佢做好多嘢。最憂心都係家人，因為嗰陣時我個仔都仍然係讀緊書，係啦，咁係咯，咁又即係驚佢哋，即係都會好難過啊！咁樣自己都係都唔捨得嘅，係咪？個心情又好複雜咯，即係好似好多嘢，突然間樣嘢都好唔如意。點解會淨係問好多萬個點解？點解？點解會係我哋啊？點解㗎？落合咗唔見你種咁啊？點解會係你咧？我係俾自己唔開心嘅情緒發泄咗出嚟先，咁然後即係。再剩下來的時候都因為信託即是一個交託給天主。真的，這個呢就是蘭花來的。麥全日和太太結婚二十多年，他婚後領洗一直都是熱心的天主教徒。在1999年，麥全日發現自己患上肝癌，而且已經到了末期。夠鐘了，他一向不烟不酒，得到这个病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跟着要面对的是一连串化疗的煎熬。因为身体很多的变化，还有令到你 很不适的身体，所以有些人即化疗都做不完的，做两三次有些人自动放弃的，那么辛苦即做不完的。我曾经试过一次吃了做了化疗之后的药呢，什麼都不記得，他以為自己在死緊，他告訴我三六精我就來死了。那我說你做什麼就來死啊？我是誰啊？這樣我說你是麥全日咯，他說麥全日，我連我自己是誰我都不記得啊。這樣即是很迷茫的，即是好像自己不知道，好像貼了個深淵那裡，不知道怎樣這樣。你要自己堅強一點，克服了這件事呢，咁天主試下你對佢個信德喎，如果你唔堅強咧就唔得噶喎，咁樣同佢講，咁佢都好快平靜翻落嚟。雖然即係自己嗰個
肉體上受到好多痛苦，但係即係嗰個心靈上面真係得到好多，即係教會嘅兄弟姊妹啊、啲神長啊、神父、修女啊嗰啲，即係安慰啊、關心啊等等。咁係咯，咁我喺嗰度真係更加體驗到天主藉著其他兄弟姊妹去點樣去幫助，點樣去俾咗力量我去面對呢啲咁嘅困難同埋逆境。咁啊，我哋今日嚟完個經啊，係一齊念好唔好？好。憑住個人嘅毅力，憑住家人嘅支持，教會裡面嘅兄弟姊妹同神長嘅支持，憑住信仰嘅力量，麥全日捱過咗一輪又一輪嘅治療同手術。六年過去咗，麥全日同太太對人生、對信仰都別有一番體會。其實佢嗰啲病咧，如果佢生存到今時今日，已經係恩賜嚟。得到呢個病痊癒之後，真係覺得更加去懂識呢個生命嘅可貴啦，亦都即係更加即係希望即係可以幫到一啲即係都患呢啲病啊嘅兄弟姊妹。天主如果真係真正愛嗰個人咧，係唔會俾好路去行嘅。你信啊？你諗下，耶穌係天主個仔啦，佢係咪好舒服咧？唔係嘅喎，佢行嘅路係比人辛苦好多。患病之前，麦全日本来打算做终身执事，进一步服务教会。当时他日间工作，夜晚就修读圣经学院的课程。但是一场大病改变了他全盘计划。在麦全日患病的期间，他们唯一的仔英健作出了人生一个重大的抉择，就是入修院做修生，准备自己成为一位神父。其实圣召的种子早已埋藏在他的心里面。一個即係睇咗大嘅國籍神父啦，林永坤神父啦。咁因為當時我哋堂區唔夠神父啦，咁佢就嚟我哋堂區幫我哋手開嚟殺。咁自己一如以往啦，做副祭啦。咁啱啱嗰個主日咧就好似係聖召主日嚟嘅。咁啊喺嚟殺完咗之後咧，咁佢又問我話：啊，你會唔會將來諗住做神父啊？咁樣。事就係爸爸患病啦，喺1999年嘅時候。咁當時為自己嚟講就係、生命中最大的衝擊啦，亦都係信仰中嘅最大的衝擊啦。因為而喺去做手術之前嗰一日朝頭早咧，我同媽媽都去探佢啦，如常咁樣。咁而喺佢進入手術室之前嗰一刻咧，自己心裏面就祈禱，就話天主啊，如果爸爸可以好翻嘅話，你想我點我就點啦。咁可能因為天主係啦，回應咗我祈禱啦，自己之後。諗翻回想翻嘅時候，其實喺嗰段時間有好多嘅神長啦、修女啦、一啲教友啦、一啲朋友啦，佢對我哋成家人都好關心同埋支持咯。即係無論係咪因為好翻呢件事，其實都自己都應該係感恩咯。英健好細個就跟爸爸媽媽翻聖堂，一直以嚟呢個公教家庭都熱心於堂區活動，所以英健要入修院嘅決定。对他父母来讲一点都不意外，不过为人父母，一旦子女不在自己身边，担心挂牵也都在所难免。初初即个心忐忑咯，即觉得好大，即系点讲咧？系好似个小朋友去外，就算你去俾佢外国寄宿啊，你都会担心佢噶嘛，起居饮食啊，即系有冇人咁关照佢唔同噶嘛。自己都会有唔舍得嘅，咁因为。始終呢啲地方為自己即係瞓咗咁多年啦，喺成長嘅地方啦，咁突然間去一間新嘅房間，屋企人唔見咗啦。養兒百歲，長憂90年，即係點都擔心咯。即係話佢去到知唔知呢個環境咧？唔係，我都話佢係喺屋企咩都唔做嘅，出到去要咩都做，少爺兵咯。係一個跳躍嘅機會啦，為自己嚟講，因為。無論去修院團體或者去到呢度當中，我諗係一個開闊眼界嘅地方啦。我諗係就係話學習咧，就係話以往未做過嘅，咁咪唔識嘅咪問下屋企人咯。咁學咗之後，咪等自己可以將來嘅時候自己會識啦。呢個係一個
恩寵咯，天主召選咗佢，佢又自己又願意即係回應，咁係咯，為天主能夠做一啲事，我覺得係一個恩寵嘅嘢，咁所以即係希望佢即係真係做到主嘅仆人啦。麦全日患咗癌病，佢嘅身体曾经软弱，但系佢嘅信德就好坚强。麦全日两夫妇愿意让佢哋唯一嘅仔行圣召嘅路，献身服务教会。其实佢哋大有理由留住个仔，但系佢哋就慷慨无私。慈爱嘅天父为世人赐下咗佢嘅独生子耶稣基督，呢、这个家庭见证住上主对世人呢份无条件嘅爱。你难咩？其实唔系噶，你行嘅道路辛苦咩？系天主孭住你行噶咁样，咁即系话换句话讲，唔系呢个人行啦，辛苦个唔系你，系天主啦。有啲人讲即系有啲病或者受咁多痛苦系天主嘅惩罚，咁我觉得唔系咯，因为我觉得天主唔中意罚人嘅，天主系一个爱人嘅天主嚟嘅。咁阿巴郎咧，咁系咪啊？聖經是不是有啟示過話，佢天主話要將佢愛佢嘅唯一嘅仔，佢係咪要奉獻啊？你冇得推卻噶。亞伯郎曾經肯面對呢個信德嘅考驗，犧牲自己嘅獨生子以撒格啦，因為佢相信天主有呢個能力，使到一個死咗嘅人再生。亞伯郎嘅信德受到。麦先生的家庭都受到很大的考验，他们之中有一个青年就是得到成就，相信这个成就和这个家庭所受的考验有关系的，天主给我们的痛苦单单有这个目的，为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阿巴郎从命献子是历代不少画作的题材，阿巴郎一手拎着刀，一手捉住伊撒格，决心听从上主祭献心爱的独生子。在生死攸关的一刻，天使及时出手阻止，阿巴郎注视着天使，深信上主自会照料。双手被捆绑的伊撒格赤裸着身体瞓喺柴枝上，佢清楚知道即将要发生嘅事。年轻力壮嘅佢，并冇起嚟反抗年老嘅父亲。佢甘心情愿咁接受捆绑，接受宰制。由伊撒格开始被捆绑，就象征住无条件嘅服从。伊撒格系听命至死，而且死喺十字架上嘅耶稣基督嘅预像。父亲献上儿子，儿子服从父亲，人类救恩的历史就由这里展开了。Catherine 做的这两位好帮手，上星期终于搞清楚望灵室要穿什么衫，今次他们入到圣堂又不知道会了解什么问题。起身啦！快啲专心听神父讲嘢啦！你唔好嘈我。喺呢一个咁神圣嘅 moment， 我喺度静心听紧神父讲嘢，闭目养神。况且呢啲嘢讲个心噶咋，我心里面有祭台，有圣堂，24小时，一个星期七日，一年365日，日日每一刻都喺度开紧弥撒。唔好嘈，同我静静听。圣堂系随身随心。你咁样讲梗系唔啱啦！你睇个祭台，个弥撒系喺祭台上面举行噶嘛？好似你咁样讲，我哋个个礼拜日就唔使嚟圣堂啦。快啲起身啊！根据教嘅指示，举行感恩祭最好嘅地方、最适当嘅地方就系喺圣堂。
咁大家聽到呢個名字聖堂，都可以想到係一個好神聖嘅地方。咁喺呢個咁神聖嘅地方裏面，有啲乜嘢我哋要比較注意啲嘅呢？首先當然係祭台啦，因為話明係感恩祭，係一個祭祀嘅行動，咁冇祭台咧就係做唔到嘅。所以喺聖堂裏面最緊要就係祭台。喺教會嘅傳統裏面，其實我哋係視呢個祭台為耶穌基督嘅一個係象徵嚟嘅。所以每次如果我哋教友路經一間聖堂，或者每個主日去聖堂參加感恩祭嘅時候，除咗嗰個聖體櫃我哋係要尊敬之外，祭台我哋都唔可以係忽視，唔可以隨便搭上去，或者唔可以隨便喺祭台度做任何同祭禮冇關嘅事情。喺聖堂裏面嗰個祭台咧，有咩意思啊？唔知啊。咁咧就想問一下，我嚟崇拜天主咯。是我哋恭敬天主的地方嚟噶嘛，即系我哋每一个星期嚟呢度就系同天主见面啊，同佢倾偈啊，吓，即系朝拜佢吓。我觉得系代表咗即系天主咯，即系临在喺呢一处咯。祭台系恭敬天主嘅地方嚟噶嘛，咁我哋望弥撒，神父主持嗰个弥撒嘅时候咧，都喺祭台嗰度啊，好恭敬咁样，即系我哋。敬拜天主咯。你覺得可唔可以，譬如我拎住好多嘢啊，要擺低咁樣，求其擺喺個祭台上面咁樣得唔得噶？哦，咁梗一定唔得啦！祭台好神聖啊，連我自己都唔係咁夠膽，冇必要咁行上祭台咯。除咗祭台之外，另一處地方都係同樣緊要嘅，就係、是、讀經台啦。大家都知道啦，感恩祭係由聖道禮同埋聖祭禮兩個部分組成一個單一嘅祭祀行動。事實上，教會有些文件都是很清楚講到，在主日的感恩祭裏面，教會為他的子民是開放了聖言的桌和聖祭的桌的。那我們有這兩句話就可以知道，讀經台呢都是非常之緊要。讀經台之所以是這麼緊要，是因為在這個台所宣讀的都是天主的話。相信大家都會想起參加主日感恩祭的時候，每讀一篇聖經，譬如第一篇讀經或者第二篇讀經，讀經員都會說這是上主的話，跟著呢讀完福音，執事或者神父更加會說這是基督的福音。可以想像這個地方是多緊要的。喂，聽走了。喂，為主要做一幫幫忙啦。嗱，即系趁而家弥撒咧就完咗，我咧就上读经台嗰度，想帮我读下星期演讲嗰份稿。你咧乖乖地坐下面，帮我听下有冇问题啊？唔啦啦，练咩演讲啊？喂，好肚饿，快啲走啦，唔好啦。啊，冇啦，帮帮忙啦，江湖救急啊，两胁插刀在所不辞啦。我下星期二公司有 presentation， 要对住成班客喺度演讲。即系而家还掂吓，即系呢度圣堂又冇人，我想读经台讲一讲，彩排下先啫嘛。唔得噶，我哋咁样擅自用圣堂啲嘢，我惊神父行过会话，唔好啦，走啦走啦。我哋最好咧喺自己嘅团体里边养成一个习惯，尊重祭台之外，同样要尊重读经台。咩意思呢？意思就系、是。除了聖經之外，或者是主日感恩祭的聖道禮、搭唱詠之外，任何其他的宣讀、宣講或者講話，都設法避免不要在讀經台那裡做。這樣有一個什麼好處呢？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在教友中間培養他們一種習慣，只要見到有人上經台，他们就会知道，哦，现在我们要听的是天主的话，不是一些普通人的话。阿波罗之所以得到天主的钟爱，是因为他那份顺德。虽然我们没有阿波罗那份那么大的顺德，又或者伊萨格愿意牺牲的舍己精神，不过只要能够凡事都坚持信仰，尽力为他人付出，这个已经是天主所悦纳的最好祭献。因为仁爱胜过祭献。今集时间就够了，下一集我们再见。
其實方濟會就由1950年代初期就嚟到香港啦。主要咧，我哋嘅工作包括咗聖經嘅工作，即係翻譯啊、出版啊、宣講啊等等。第二方面咧，我哋亦都做呢個教育工作啦。另外咧，我哋仲有堂區嘅牧民工作啦，就係包括喺慈雲山嘅聖文德堂啦。咁我哋仲有喺個詩高嘅聖經中心啦，董詩高嘅聖經中心啦，同埋好多其他青年啊、少年啊嘅牧民工作等等。我哋即係同聖體嘅關係咧，主要嗰、那個即係來源咧有兩個地方，即係同會祖聖方濟本身嘅即係寫落嚟嘅著作咧有關嘅。第一個咧就係佢有一篇嘅《中谷集》即係提到咧就係聖體嘅。咁啊嗰度咧佢有一份好即係通過信德嘅眼咧，話喺聖體裏邊我哋睇到就係天主親臨我哋中間啊，有嗰種嘅謙卑。咁喺呢度咧，即係推演出嚟就係嗰種嘅，即係我哋微末啦，因為我哋方濟會士咧，其實正式嘅名字應該係小兄弟啊，即係咧微小啊卑微。咁所以我哋服務嘅工作咧，我哋都用咁嘅態度啊。可能咧，即係我哋做學校啊、堂區啊，咁即係亦都有一啲嘅修會同我哋咁上下。不過我哋願意嚇，即係張振同我哋願意咧，即係用一個謙卑嘅態度去表達呢一份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嘅態度啦，就係方濟留落嚟喺中屋集裏面表達到。第二樣嘢咧就係喺呢個遺囑啊，佢嘅遺囑都有講到咧，即係聖體聖事。咁啊，從聖體聖事咧，佢就提及到因為聖體咧就有思度足聖啦。咁於是咧，方濟就從聖體講到思度，講到咧教會啊。咁所以佢對教會嗰種嘅服從啦，嗰種嘅合作啦嗰種即係為教會服務咁呢樣嘢亦都係我哋咧，即係喺今日喺香港教區裏面咧所本著嘅態度嚟到支持教區啦，嚟到咧即係同我哋嘅所有嘅即係神職班嘅兄弟咧有充分嘅合作。聖體聖事即係顧名思義都係關於身體。咁最基本咧就係寫聖事教導我哋啦，要愛惜自己嘅身體啦，愛惜自己嘅生命啦，即係我哋對自己嘅身體嘅尊重啦，點樣去愛惜自己嘅生命，關顧自己嘅生命。愛惜其他人的身體和你的生命，即是第一樣。第二樣就是這個身體再演化為更加大的就是教會，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那這個整個教會本身就是要整個身體互相合作的，這個身體不可以缺少，譬如說不可以缺少眼，不可以缺少了鼻、手腳。那每一個人每一個信奉基督的人就參與了一個身體，基督的身體，讓這個教會有活力。